设喺中环广场地下大堂、港澳码头离境大堂以及氹仔临时客运码头离境大堂，一共三处地方嘅自助指纹采集机已经投入运作。运作嘅首日已经吸引咗唔少市民嚟到中环广场地下排队登记。有市民反映轮候时间过长，亦都有市民话采集指纹嘅位置太细，用起嚟唔方便。嗱，你睇啦，佢个指纹细，我哋啲手指咁大。摆咗落去里边嗰啲扫唔到出嚟，佢第一日实混乱噶啦，而系都好似个效率都系低咗啲喎，咁耐嘅。最好话快啲咯，部机反应慢啲啦。亦都有市民因为自己嘅指纹太浅，登记多次仍然失败，最后放弃咗。身份证明局回应指，这个可能系由于市民嘅指纹质量比较差，建议市民可以去到身份证明局更新指纹资料。又指出现时嘅指纹标准比较严格，未来将会视乎实际情况再考虑会唔会调低标准。我哋指纹要攞过香港啊，咁同香港嗰边咧，大家咧就系确认咗一个标准啦，咁样先至可以送过去咯。咁如果我哋要调低嗰个标准嘅话咧，就要同香港嗰边大家要重新再进行测试啊，咁样先至可以再要调低，先至再送过去。佢表示满意首日自助指纹采集机嘅运作情况，而佢哋将会逐步撤走现时设喺码头离境大堂嘅赴港生活表列印机。而現時列印機的螢幕亦已經列出了居民不用填寫申報表的字句，但是仍然有部分居民未留意到。對此，歐陽宇表示未來會加強有關方面的宣傳工作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報導。